好朋友，来拜托，来伸手欢迎，热情掌声鼓励欢迎周锡玮县长。谢谢，真的感谢，感谢。县长棒不棒？棒！县长棒不棒？棒！县长棒不棒？热情再次鼓励一下吧！实在不敢当，我只是一个最忠贞、最认真的国民党党员而已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跟各位乡亲报告，我最近全台湾都在浮选，我得到的一个心得是，现在台湾人民的心声都希望民进党下台，绿地要快变成蓝天了。对，今天我来到这里，我真的很感动，看到这么多我们的好朋友出来支持陈鸿源、连斐凡，支持侯友宜。我看到的是大家都希望会做事、肯做事、认真做事、爱这个社会、爱我们所有乡亲、爱这个国家的人能够当选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在这里啊，我要帮连斐凡、帮陈鸿源拜托大家，他们的好我相信我不必再多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让他们高票连任，好不好？好。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我前面的老县长，我这个老县长跟未来不久将来的老市长朱立伦。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场合我们都不要骂人，但是我们讲一些事实给大家听。各位记不记得我当时做县长，这里我们还是台北县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我记得我前面那个老县长苏贞昌，他不是在议会讲说台北县要升格直辖市吗？对不对？对。结果呢，他在任内他没升，他到总统府当秘书长，陈水扁当总统他没升，他当了行政院长，我们争取准用直辖市升格，在立法院修法，他也不同意。各位，像这样一个讲话不算话的人，跟一个做了一任的周锡玮的县长，跟国民党的总统马英九，我们是不是让台北县升格成直辖市了？对不对？对。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现在是全中华民国最大的直辖市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。各位可以看到，我当县长当年的预算750亿，现在朱立伦的预算应该有1200亿了吧？有，将来还会增加。这个就是民进党做不到国民党做到的事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再要讲污水下水道、淡水河、大汉溪、新店溪，各位现在看旁边的新店溪多干净，有多少鱼，对不对？对。民进党在的时候不敢拆砂石厂，我们国民党的周锡玮拆了32家的砂石厂，每一年做6%，6万户的污水下水道，我们的河干净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跟朱立伦，我们都让城市干净，跟所有的区、所有的乡镇是一起努力，所以我在任内连续3年拿了全台湾最干净的城市。朱立伦上任之后，每一年我们新北市都是台湾最干净的城市，是不是很了不起？对不对？对。民进党做到吗？民进党没有做到。我再要讲一件事情，要做比较。苏贞昌做老县长的时候，台北县会淹大水。可是周锡玮做了县长，朱立伦做了新北市市长，我请教各位，台北县、新北市有没有淹大水啊？